我叫张红娜，我从小呢梦想成为一名空姐，可是啊一不小心我就当了一保洁。但是啊我干着这个工作我很快乐，唯一有点烦恼的事情就是我妈她老催我。作为一个大龄的单身狗，我表示很担忧。这眼瞅着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我妈又催我，你男朋友呢？你男朋友呢？我这上哪给他找男朋友啊？哎呀，真是愁死人了。娜娜，娜娜，娜娜，干嘛呀？娜娜，娜娜，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。啥礼物？刚洗大萝卜，啃一口。你吃吧，没心情。咋的了，娜娜呀？谁惹你生气了？跟哥说，哥揍他。我妈。咱妈咋的了？哎呀，这不是要过年了吗，我妈又催我让我找对象，我这上哪给她找啊，回头让我带回去怎么办呀我。这事好解决呀，这男朋友远在天边，他近在眼前。在哪儿呢？眼前就我呗，我喜欢你这么长时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别闹，你开什么玩笑，你不行。不，我咋我行？你不行。哎，娜娜，你这么说我就不服了，咱们这个大楼里的保安有一个算一个，谁敢说比我行，他要敢说行，我给他跪下。我行。